微博很喜欢一条弹幕，微博夺冠了，您会落泪吗？我他妈自己夺冠都没落泪，兄弟，我怕你不知道，我跟你说一声，乌兹去韩国了吗？乌兹去那么早韩国干嘛？他这么早去韩国干嘛？他他妈14号，兄弟，你们是不是不知道国内去韩国有多近啊？你当天去都来得及啊？我肯定不去啊，我去干鸡巴。你以为你是谁？有文打千魔，老子今天哪怕是天桥底下的乞丐，老子都能玩有文打千魔，怎么了啊？不是我玩什么英雄打什么英雄，还需要我是谁吗？有点热，你妈的，这屋换个衣服，兄弟们，穿个短袖。是英雄联盟又不花钱，人人平等，老子想玩啥玩啥，怎么了？哈哈，我操，死不了啊！建模干嘛？打他呀！打得过你吗？打他呀，莱特，你跑什么呀？哇！你满城，你致命就当满，他凭什么跟你打？你还有点燃？他绝对没玩过永恩，他怕打野来。不是你这种情况下，你怕什么打野啊？我为什么跑啊？啊！当时我知道马斯利在哪吗？但凡我能反杀他，那么我问你们个问题：对面剑圣他在哪？如果我回答不上来，我就不能反杀他。打野，打野有什么用啊？打野，我的评价是要怕打野，换血都不能上去换啊。换什么血啊？那打野出来怎么办？死了。而且我跟你们说，七个刀回家有钱买整鞋，我把这游戏卸了，直接。算了，开玩笑。还真有。在家等钱，兄弟。真有。不卸了，不卸了。真有不加血。开玩笑，开玩笑的。假毒，尊度假毒啊！对面这两个也是人啊，兄弟！我操，感谢 RNG， 我感谢小薇的虎牙一号，谢谢老板。啊！不是什么意思啊，兄弟？不是他妈这也能杀呀？哎呀，不行了，兄弟，我要红了！哇，被秒了，还剩八分钟了。哇，感谢小薇的虎牙一号，谢谢老板，感谢。是人啊！我操，不行了，兄弟，太抽象了这一波，说实话。